盛华公布第三季的税后净损27亿元，每股税后净损1.3元，这是最近6季以来的最大亏损。展望后市，法人表示第三季应该是盛华今年的营运谷底，预估第四季呢，随着零组件缺货的情况改善，单月营收可望重新站上100亿元大关。